个是牛油果油。我们现在出发去试沙。我一定要把我的背练出来。背面看很好看。我买好了我的草坪沙。Hello， 大家。我前段时间去了江西旅行，然后最近的工作稍微有一些的忙碌，所以应该已经有两三周没有更新视频了，好久不见。然后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就还是一个备婚的视频。那今天是周六，我的安排呢是中午我们简单的吃一个饭，然后我们下午就去试沙。这家店很火，所以我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前就预约了这一家店。 OK， 我现在来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午餐，然后就梳妆打扮一下，就准备出门啦。放一些黑胡椒、海盐，这个快用完了，可以囤货了。就是西葫芦上面可以放任何你想要放的东西，什么芝士啦、牛油果呀什么的，就是放在一起烤应该都蛮好吃的。我买了这个是我看到一个博主有推荐的，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一个非常好喷的那种，就是油雾状的，喷出来可以是雾状的那种油，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这个有一点贵，但是就是还蛮新鲜的，就是我没有用过这样的油，这个是牛油果油，所以试一试。就是它如果就是用力按的话，就是喷出来是雾状，如果你轻轻按的话，它喷出来就是那种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条状。我再试一下。是的，接下来我要做一个茶碗蒸蛋，就是没有做过，也是第一次做，然后选了两个朋友送给我的碗，就是很漂亮。因为这样打会有很多的那个泡泡，就是加了水会有泡泡，所以为了让蛋看起来更漂亮，所以我会让它过筛一下。表面就超级平整，就很好看。然后现在我要加一些香菇进去。
们现在出发去试纱，然后这一家店叫做鱼爱手作婚纱店。然后这一家店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我们当时在大理旅拍的时候，我们在当地的那个就是摄影机构挑中了一件婚纱，就是那种很法式庄园的那种婚纱。然后我们其中有一套也是拍的那种法式庄园，然后那一件衣服就是当时帮我们挑婚纱的小姐姐就跟我们说是上海一家比较用心做婚纱的店，所以当时我们就记下了这个名字。然后我就回到上海之后，我们就加了这家店的客服，然后让他给我发了一些样衣，然后我就从他的那个图册里面大概挑选了从2021年到2023年的一些婚纱的款式。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在苏州其实已经去试过纱了，但是因为就是我们觉得草坪纱也许可以挑到更合心意更好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再去多看几家婚纱店。那鱼爱就是我们去看的上海的第一家店。然后这一家店呢，它是大部分它是定制的，就是购买的，当然也可以租赁，但是因为它的每一件婚纱都只有一件，所以不一定能够在婚礼的当天能够订到喜欢的那件婚纱。但是他们家就算是买的话价格也不是很贵，所以觉得还不错，今天去试一下。他们家的试纱费是200块钱，可以试6件，然后如果超过6件之外，从第7件开始就是再收100块钱一件。这个是我新做的指甲，因为我婚礼当天应该也是要做指甲的，所以反正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每次试的时候就拿我的手去试一试。然后这个是做的那种乳白色，我之前卸掉的是那种就是比较硬朗一点的白色，奶白色，就是那种很厚实的那种，没有一点不透的那一种白色。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硬了，就是跟婚纱可能不是那么的搭吧，就是因为我的婚纱会比较温柔一点，就是做了一个奶白色，我�觉得还可以，还不错。那我们约了3:30，现在在路上，一会儿见。这里是我今天的试衣间。今天在现场，然后是这个系列和这个系列我还没有看过，所以我会在这两个系列里面再看一下，然后再整体的选6件。今天来看一下新的，我刚才已经选了9件，然后因为他们家是样衣只有1件，所以要看一下，如果是租赁的话要看一下就是我婚礼当天有没有档期，所以现在小姐姐先帮我们看那9件里面哪一些是有档期的，就我可以先试，然后其他没有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就是直接定制，就是买下来的。好的，我先试这一件，我先看看感觉，大概看一下。我刚刚先选了一件，就是先试试感觉。然后他们家的礼服还有头纱都是要租的，礼服和头纱我觉得价格有一点高，居然要1500块钱一件。不过到时候先试试看。但他们家的帽子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当时我在大理旅拍的时候，就是当时的那个帽子就很好看，当时给我挑了几个帽子都很好看，就都是他们家的，就他们家应该都是就是那种手工做出来的。It's always afternoon when I'm with you. We can waste a day going play Saturday vibes with you. Let's go watch the sun kiss in the moon. About to go and say need a break, wanna feel something new.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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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看我的高跟鞋，这么高，7厘米。现在我们正在纠结
是买下来还是说租赁，反正就是他可以帮我就是大概改一改尺码呀什么的，那个价格会高很多，所以现在有一点纠结。然后帽子的话稍微有一点点贵，但是帽子很好看，就是他们家都是这种手做定制的，所以我们再纠结一下。我买好了我的草坪纱，噔噔。Nice to meet you, it's the sequel. Already been you, so we